没想到你还挺厉害啊。那必须的。哎，好热啊。哎呀，哎呦，晕。爸，你怎么了？嗯，我出汗。你要不要进去休息一会儿？啊，不用，我在这儿休息就好了。伯父，我扶你们。怎么突然这样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哎，你进去，给我拿点那个丹参滴丸去。哦，好。哎呀，哎呀，拔牙了？嗯。伯父要不要检查一下？这个花儿，这个，这花儿挺好，挺漂亮的。不是，我以前这花没这么多花骨朵啊。有吧？啊，就是我给这些花都起过名儿。哎，这个像，那这个叫大舅。大舅。这个二舅。二舅。哦，大舅母在这儿呢。哎，二舅母哪儿去了？伯父。哎，伯父，要不咱们一起拍个照片吧？开怀，哎呀，开怀，那这个，那就一块拍照吧。我这不难得来一趟嘛，我们跟伯父一块拍个照片吧。拿一下相机，我去拿相机。朱先生，麻烦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啊。来看镜头，笑一下，三。二一。